同三峡电机总厂简介。三峡电机总厂严格。1918年，工业界前辈、本公司创办人、林老董事长尚志先生，创设协志商号，也就是大同公司前身，从事建筑工程，并以正诚勤俭的实践精神建立社会信用。1949年，为配合民生工业需要，开始率先生产国货大同马达，于此奠定我国马达工业制造之基础。1972年，为因应市场需求扩大产销，着手筹建三峡电机总厂，并于1974年完成建厂工程，同时迁入铸造中心、工作机中心，大同大威公司前身，开始以自动化作业方式生产各种优良之重电产品及完善之售后服务与国内外客户。大同公司经营理念：一、建教合作研究发展，设立大同高中、大同大学，公司与学校为建教合作研究发展共同体，实施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工业教育，开发新产品，行销全世界。二、劳资一体，工业自治，工者有其股，实践劳资一体，作业同仁，成为雇主经营者。一、产品别、地区别，设立80利润中心与投资公司，实施化大为小，充分委任经营，兼有大规模之世界的名声与小规模之灵活专精。三、社会投资公众公司，林挺生董事长于1951年11月11日阐释富国裕民之道，莫过于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工业化。1957年，公司首创公开招募优先股，实现社会投资公众公司。四、创造利润分享顾客，大同公司同仁得到股东的支持，协力厂商的互助，不断推出性能优越、品质可靠的新产品，并致力改善经营而创造利润，回馈国内外大众。大同三峡电机总厂成立1974年，我们拥有经验扎实的设计工作团队，优秀的生产技术能力，并且力求产品不断的研发创新，竭尽心力的为客户做好服务，满足客户，共存共荣。近年来，因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已积极的研发出高效率、省能源、低噪音等绿色环保产品。在经营管理方面，我们也导入了金石生产管理系统 Lean Manufacturing System， 希望能够更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分享给我们的顾客，以扩大建构世界的行销网，将台湾发展成为跨国企业的营运总部，以全球应酬管理最佳据点。三峡电机总厂组织与简介：三峡电机总厂隶属于总公司重电事业部，旗下有国内外投资公司、钢磁中心及马达厂。鉴于提升优质产品，三峡电机总厂已先后与美国西屋电器、日本东芝、日本东洋电机、日本久保田、台湾米汉纳公司、日本三井金属、日本大威、日本住友重工机械等技术合作，生产各式胶质流马达，1/8马力到3万马力，简变速机、变频器、各型通风机、船用及陆用柴油发电机组、水力发电机组、各式铸件、磁石、铝锌合金压铸品、精密 CNC 车床、磨床、综合加工机等重电产品。大同马达早期便取得日本政府品质合格的T标记，
开始外销工业先进国家之日本及澳洲，并逐步于世界各地构筑行销与生产据点。1988年，在美国加州成立大同美国电机公司。1991年，在印尼成立大同印尼公司。1998年，在中国大陆成立大同上海有限公司。由于研发与生产团队不断精益求精，期间并陆续开发大中小各类型马达及发电机之新产品，以为国内工业基础奠下基石。在全体同仁共同努力之下，1993年马达厂更通过商检局 ISO 9001之品质保证系统认证，1999年取得 ISO 14001之环境管理系统认证。30余年来，三峡电机总厂已获得国内外多项殊荣与国际机构认证，不胜枚举。荣誉与品质认证，全国品质管制团体奖，美国验船协会、中国验船协会、日本 TMAR、美国 UL、 加拿大 CSA、 欧洲联盟 CEMAR 通过 ISO 9001 认证、 ISO 14001 认证、美国能源部 DOE 高效率马达认证、美国商务部 Narrow Lab 实验室认证、经济部高效率马达认证、 CSA 安全防爆马达认证、中国大陆 3C 认证。品质保证系统，大同公司产品品管流程严格，从设计研发到购料、制造、加工、试验、交货、服务，皆严格遵守 ISO 9001 认证规定，透过六标准差的管理手法，各制程均落实自主检查制度，希望将最好的产品呈现给顾客，使其满意。产品介绍：马达厂中小型马达产品。中小型马达产品主要有各种低电压、卧式、地式、属龙型标准马达、专用、应用机马达、防爆马达、变频、变极、变速马达、高效率、高推力马达等产业机械动力产品。马达厂大型马达与发电机组产品。大型马达产品主要有系统工程，如水力发电厂整厂系统之设计、制造与安装试车，循环水系统全套设备，气电共生发电设备工程，柴油引擎发电厂整厂设备，以及各式大型胶直流马达，如各种 3kV 至 13.2kV 电压、卧式、地式、高压属龙型、绕线型马达。标准马达之全密闭散热鳍片型、全密闭外散管冷型、全密闭水循环冷却型、半密闭保护型、感应马达、同步马达等。发电机产品有各种高低压、连续、备用、船用与陆用柴油引擎发电机组、马达发电机组、水涡轮机发电机组、风力发电机组等。客户实机介绍：大同三峡电机总厂产品享誉国际，并深受国内外广大客户群之信赖与爱用。国内主要客户有台湾电力公司、中国石油公司、中国钢铁公司、中华电信公司、中华印管公司、台湾省自来水公司、台湾水泥公司、台湾塑胶工业公司、富盛工业公司、良基实业公司、长荣海运、振龙纸业。国外主要客户有奇异、洛克威尔、东芝、三菱重工、日立、奥迪斯、斯德林、乐金、春田、爱波比。我想大龙公司是一个稳定中求发展的一个公司，
那在这里我们有非常强的一个研发的团队，而且有充足的技术资料，同时有出国研习的机会。那也就是说，这些优势啊，造成大鹏马达在业界顶尖的趋势。那事实上就是说，所有相关马达的技术，我都是在此研究得到。那将来的目标，我想应该是带领大鹏马达站上世界舞台的前十名。但是，要达到这个前十名，并不是凭空可以得到的，必须我们的研发团队更努力的研究，那技术更精进，才能达到这一个目标。设计研发团队与生产设备，大鹏三峡电机总厂有优秀的设计工程师群，每一位工程师都具有丰富的专业素养。厂区内现有重要生产设备有真空加压含镜设备、五米立式车床、高压线圈绝缘自动包扎机、NC 长孔机、自动繁沥水含镜设备、动力平衡试验设备、300吨高速连续冲床设备、大型自动转子压铸生产线、N8 自动高速缺口冲床生产线，更有获得美国商务部 NeverLab 实验室认证的大鹏马达实验室。铸件产品主要产品铸铁，包含灰口铸铁、球状石墨铸铁、缩墨铸铁、合金铸铁。磁石产品生产各类磁石，如速度表用、发电机用、吸着用、音响用、瓦石表用、仪器用等等。大鹏大威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大鹏公司工作机中心与日本大威公司合资成立大鹏大威股份有限公司。大鹏工作机中心拥有全系列最精密的重机械，如五面综合加工机、轨道磨床，而大威公司则拥有100年丰富之设计制造工具机经验。大鹏大威无疑是进军亚洲市场最佳合作伙伴，生产高品质、高精度、低成本之 CNC 车床，广受国内外好评。大鹏压铸公司，1974年，大鹏公司与日本三井金属合资成立大鹏压铸公司，生产铝、锌、合金压铸品，供应汽车、机车类、家电产品类、工业机器类等等。大鹏铸重减速机公司，1996年大鹏公司与日本铸友重机械工业株式会社合资成立，主要产品有赛屈勒减速机、 Paramax 减速机、 Hyponic 减速机、变速机、减变速机等等。大鹏上海有限公司，大鹏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厂区面积为18.5万平方米，从业员工800人，主要产品有各式马达、发电机、变压器、配电盘及器材等等。公司于2001年通过法国国际质量认证公司之 ISO9002 品质保证系统认证，2003年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之 ISO9001 品质保证系统认证。大鹏上海有限公司结合三峡电机总厂30余年的管理经验及大陆充沛的劳动力，并导入先进的制造试验设备，培养产品开发设计能力，产销高性能高品质之产品，现已成为大鹏重电事业在大陆之重要据点。公司能给我安定的工作与技能学习、知识充实的机会，所以我愿意选择大鹏作为我终身奉献的职场。未来愿景：全球化、系统化、高科技化是大鹏公司跨世纪的经营目标。大鹏公司坚信，唯有好的产品
才能获得顾客的信赖。所以大同公司坚守对顾客的信用，奠定大同公司稳固的基础。虽然经历无数挑战与考验，均能化危机为契机，继续茁壮繁荣。日后大同公司将持续秉着自立科学、自立技术、自立经营之精神，开创新局。大同公司迎接飞跃年代，迈向世界大同。